来，老铁们，咱们十米距离打一张扑克牌侧面啊。这个扑克牌呢是方片九啊，全程不间断啊。在直播间的时候呢，打了六张吧，六张啊，全是首发拿下。然后就反正直播间也没啥人啊，咱们看看，拍个视频啊，能不能首发把它拿下？看还有没有这运气啊？看看试试，看不清啊。第一发打的偏低了一点，好像是。第二发偏多了。第三发直接拿下啊！全程咱不间断录像啊，让老铁们看一下距离呢。一会儿呢，不信的话给老铁们数一下地板砖啊，看看扑克牌，这都是直播的时候打的啊。啊，把弹弓咱们在这儿呢啊，一点没间断啊。方片儿，方片儿，这样啊。打的偏低了一点啊，打中这角了。直接打中角以后呢，牌给打裂开了啊，看到吗？第三发是吧？是第三发吧？拿下的，那应该是啊。信不信呢？回头直播见证啊，绝对是十米距离。